这个挺成功的。完了呀。咱到三点半了，咱想买。哎，三点半不？现在可能一个早的，三点我这就无啊。三点就爱搬，啥物都。那么搬奖的啦。慢慢要紧啦，刷电话。走吧。这关林山嘛，大屯山嘛，阳明山嘛，过来进来。Morgan。开始，鸣枪出发，目前在水道进行的是总场是36场混合组总决赛的第三场。水道部分电配第一组是第一水道是 Team Max 极限队，第二水道是欧曼露营地速斗龙舟队，第三水道台北霞海城隍庙队，第四水道健身工厂队。这是目前在水道比赛的我们一二三四名的四队的选手们。那如果取得在我们混合组的部分，如果拿到冠军的话，大会奖120,000，市长奖、市长特别奖也是120,000哦。那亚军的话，大会奖60,000，市长奖60,000；季军的话也是大会奖40,000，市长奖40,000。那其他的还有更优厚的奖金。那目前呢，真的是一二三四势均力敌呀！哦，嘶吼的加油冲！真的是谁都不让谁呀、啊！加油加油！骨塞，我赶紧拼了。那不是跟那拼命输，那个拼心态变。六场的一个总决赛了啊、哦！一个总决赛，一二三四。哦，那差不多哦。目前也是一二三四啊，一二三四的一个成绩，但是第四，哇，冲过250之后呢，我们的第四啊，水道，第四水道已超前了。第四水道已超前了，硬的，好难挨打。台北霞海城隍庙、欧曼露营地、来客家队、Team Max 极限队，哦，我就一台嘛，真强哦，3,2,1，加油加油，哦，这四台，啊，一台就要中第三台，一台到，加油加油，拢猜输啊你，哎，拢猜，我这台嘛强落去啊，你无，哦，拢哦，这四台你赢啊，你无，拢差无啊这，好，加油，我一台分两下。哦，拢差不多，哦，这台搁强落啊，搁接过，这台搁强落，哦，哦，强落，哦，强落，哦，再上去，上，非常的强吧，非常的厉害，啊，加油，连续做到100，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都准备的啊，即将啊。左标手都已经是我们的龙友，那我们待会看一下哪一组左标是第四道，恭喜你，四道，那还是第四道。